配色运动装，艺人刘畊宏与太太王婉菲镜头前卖力运动。仔细听听这首歌，不就是周杰伦的《本草纲目》吗？最近再度红起来，全是因为刘畊宏夫妻近期碰上上海封城，只好在网络上直播健身。但网友想发问，什么时候连线好兄弟周董一起跳？对你们瘦身没有帮助啊？有什么帮助？周杰伦又不会带你瘦，你告诉我，他可以带你变胖，好没有？哎，不要这样讲，能请你喝奶茶，他会带大家喝奶茶，喝奶茶。感情好或许才能这样，因为过往周杰伦被说发胖，都是因为喝珍珠奶茶。刘畊宏大亏周杰伦这段直播逗趣对话，让网友笑翻天。而他的健身影片现在可说是全程风靡。网络上席卷畊宏男孩女孩风潮，就连身穿防护衣的防疫人员也要加入毽子操行列，但有人因此出状况。因为他有的节奏是非常快的，很剧烈的，那剧烈的这个操啊，就会就是有时候人体是不太适应的，特别是在大陆24岁女子连跳3天健身操，肚子却剧痛，就医才发现是卵巢黄体破裂导致腹腔出血，还有人因此脚受伤，还好经过紧急治疗都没有大碍。他是澳洲的专业大牌，他们的理念跟我们家一样，都是快乐育儿的理念。随着人气水涨船高，也有厂商似乎早就看准这波商机，找来有3个小孩的刘畊宏代言奶粉，即便是广告也获得1000000赞跟转发，刘畊宏效应持续中。TVBS 新闻庄启源、徐云婷台北报道。请支持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 YouTube 频道 TVBS 国际 Plus， 扩大视野，掌握趋势。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。